花粉，什么？臭婊子，本少爷上当了。主子是说，没想到我终日大宴，竟然被宴捉了眼。天都这么晚了，你不去屋里睡觉，跑出去干什么？秦将军，实在太可恶了。什么事？我刚才看见一个太尉府的家将，强抓一个民女，意图不轨啊。那关你屁事儿啊？可见他们不是好人啊。哎呀，咱们都是过来人，什么样的事儿没见过呀？这老百姓啊，就像地上的烂泥巴，任他有钱有势的随便践踏，恃强凌弱，欺压良善，我就是看不惯。俗话说，路不平有人踩，事不平有人管，怎么能坐视不问呢？不行，我……哎，秦大哥，秦大哥，秦大哥，人在屋檐下，不能不低头啊！强荣还不压地头蛇呢。可是，我们高飞扬，这种事儿以后就见怪不怪吧？啊！还是回去睡觉吧，啊！哎呀，咱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哥哥，哎，我进到太尉府，就是为了杀掉我的仇人，为我死去的父母、师父和小翠报仇，我何不趁此机会找到仇人的驻地，能下手杀了他们，岂不更好？饶他一命。什么？我谢谢你救了我，
你快走吧！他是我的仇人，你和他让开，有多大仇啊？他杀了我那么多亲人，你说有多大仇？兄弟，我还是求你饶他一命。让开！姚刺客！啊！兄弟，快走！我来对付他们。 你就别问了，快走！你快走啊！这样我们两个谁都跑不了。 这位侠士被太尉府的人打伤了，我们得救救他。有人看见吗？没有。好小子，仗义，快藏起来！哎，快！飞扬，来来来，以后这种事儿啊，还是少管。咱们是泥菩萨过河。 自身都难保呢，去吧！快！少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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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少
黑豹，在，给我把太阳府包围起来，给我一间一间搜，挖地三尺，也要把它找出来。这，站住！怎么了？那个刺客就藏在太尉府，刚才他闯进玉凤妹妹的房间，差一点杀了他。这边，哥，哥歇会儿吧。妹妹，你老实告诉哥。是不是真的欺负你了？就凭他？不然，他怎么会轻易的放了我们？小姐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去看看。嗯。小姐，有事吗？那个和尚的花粉啊，真的管用。我撒到他的脸上，然后照和尚教的，说有剧毒，他就吓得乖乖放人了。厉害！厉害，那个和尚果然厉害。哥，我们想办法救救那个和尚吧。哎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快跑吧。那我们去少林寺报个信儿。哎，如果他看出来你是上次害他的那个人，他能饶了我们？我们还是离他远一点，想点正经事吧。我们吃饭的家伙全都丢了，以后可怎么活呀？不过我总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但是万一直不了呢？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顶多是船破了。嘿嘿嘿，总不会比现在还糟吧？大小姐，你没什么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啊，我来呢只是想告诉大小姐，今晚尽量不要再出门，
太尉府也不安静啊。告辞。小姐，小姐，没事了，关门。那个屋子里怎么还亮着灯？哎，主子，程咬金他们从来就不守规矩。那个高飞扬是不是也住在那里？也在。哼。哟，二位公子，半夜三更到我这儿来，是不是想陪俺老程喝酒啊？来啊，倒上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不是来陪俺老程喝酒啊？喝酒？你倒有闲心。那个人呢？哪个人？高飞扬，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我一直在这里。告诉我，那个人呢？两位公子，我们正在喝酒呢，你不要没事找事坏了俺老程的兴致。告诉我他在哪儿！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我告诉你，投靠你们王家是高看你，俺老程在江湖上也是个人物。哼！给俺惹急了，可别说俺老程不给你面子。我们在抓刺客，你看见那个人了吗？到我这里来抓刺客啊？是不是把俺老程也当成刺客了？啊！我找王世充去。怎么这么热闹啊？父亲让我来问问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怎么乱糟糟的？至少杨汉武，你们在哪儿？至少杨汉武。阿弥陀佛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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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哎，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来，来，慢点，酒来了，酒来了，赶紧来。去吧去吧，来，头喝着。好好好。来来来，这就倒满了。来来来。哎呀，这菜味道做的还不错。嗯，好久没这么吃喝一顿了啊。哥几个抓紧的啊。来来来，头。来，干一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吃吃。来，喝着。小二，再上两坛酒，两斤牛肉。来喽。来吃来。哎呀，小飞，饿了吧？啊，大爷心疼你，来吃一口。嘿，挺香的，这是骨头。来来来来，来吃吃吃啊，吃啊，别给脸不要脸啊。嘿，吃，挺香的，挺香的啊，吃啊吃啊，你吃，找死啊！吃不吃？吃。你又不是正经和尚，吃吧。这吃啊，真是的，吃啊你啊！非让大爷塞你啊！吃，吃，吃啊！有种你把我放开！你不吃是吧？不吃，老子给狗吃了！哼，哼，不识相！嘿，哎，小子还不吃是吧？不吃到时候饿死你！我跟你说，别管头，兄弟们，咱们赶紧吃啊！吃完了赶紧上路，天黑之前要赶到黄集。今天晚上就住黄集了。嗯，好好好。嗯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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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干什么呢？官爷，我进去找我大哥。你大哥是干什么的？他是卖菜的。卖菜的？我怎么看你像瓦岗寨的土匪啊？我怎么会是土匪啊？你看看我这老实巴交的模样，哪是土匪啊？哎呦喂，您打人啊？哎呦哎呀，你还打我？行，还算老实。看你傻了吧唧的样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谢谢啊！你看我哪像土匪啊？我要是土匪，逃命还来不及呢，哪还能进城去送死啊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走，快点，走，走。快点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装死是不是？行了，起来！哎，快点，起来，给我弄起来，起来！爷给你骨头你不吃，耽误大爷赶路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，装什么蒜？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！你这小子装什么死啊你啊！行了，给我拎起来，去去，快点啊！起来呀、啊、你，快点！听见没有？说你啊！快起来啊！起来，起来！哎呦，谁啊？嗯、啊、嗯，有人，有人！你们两个那边去，你们两个那边去搜。好呀，好，好，出发！出发啊！我看看你了。那边看看，那边仔细了啊！出来，出来呀、啊，出来呀、啊！那起来吧。啊，铁虎，你带几个人跟我出去一趟。主子，你，我得去找那个臭丫头。臭丫头。我得回统领那个贱人，难消我心中的怒火。走吧。好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想问，我知道。哎，老兄，问你个人，你听说过程咬金吗？我的天哪，他可是瓦岗的反贼，你跟他是同伙啊！嘘，小点声，小点声啊！你误会我意思了。我听说他进城了，如今啊下落不明，希望大家伙都小心一点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也不知道他现在是生还是死。郭兄主，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想问。没事，我哦哦。好狗不挡道，大笨蛋，滚开！你怎么骂人呢？骂你算好的，惹毛了我一拳打死你。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啊？你大爷，我就是道理。那我倒想试试。你自找死路。你们都推下去，我来和他玩玩。
大笨蛋，你爷要不是有事儿，今天非打死你不可。走吧，去。酒宴伺候，好好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这里坐啊，坐坐坐，啊，马上上菜，马上上菜啊，快点，哎，好，坐坐啊，来，哥几个都坐，哎呦，可累着，坐，喝点酒解解乏呀，来。飞扬，你站在边上干嘛？过来，一起吃。啊，对，一起吃。不不不，我只是一个小兵，哪配与将军同桌共饮啊？哎，你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啊！没有天生的将军，英雄不论出身。我们两个以前也和你一样啊。哎，吃吧。那晚，若非你擒住王大小姐，让主公冲了出去，咱们大概都见了阎王了。真的不用，你们吃吧。哎呀，从今往后啊，咱们就平起平坐了啊，有难啊同当，有福就得同享啊。坐，自己兄弟哪儿那么多讲究啊。两位兄长真是太客气了，小弟实在承受不起。你要再这么说你就见外了啊，快吃吧，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来来来来，我弟爷，你们先喝啊，回来早点过来喝。好，早点回来啊。哎，嗯，来吃，来，那小弟就敬两位哥哥一杯。干！好雅兴啊！哎，我还以为谁呢，原来是桓先生啊！哎哎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啊！这太尉府中的酒菜还合将军的口吧？哎，好好好！哎，来来来，一起坐一起坐啊！不了，啊，这次来呢，山人是代表太尉前来探望一下，担心二位是否适应。哎呀，这都城啊，就是不一样啊，饭香酒醇。比我们瓦岗寨强多了啊。那就好，先生来得正好，秦琼要带我等三人向先生深表我们的谢意。秦将军何出此言呢？要不是你向太尉求情，只怕我们三个人早已经成了刀下的亡魂了。
真后悔当初没跟师傅好好学功夫。要不整这小子还不是小菜一碟？二位都是良将，山人之所以如此行事，乃是英雄相惜呀。好一个英雄相惜呀。来来来，咱们啊，敬桓先生。不敢当，先生当之无愧啊。这位义士，山人想问你两个问题。先生请讲。你是何人？你的功夫从哪学来的？还有，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真的点倒了，真的点在他的穴位上了。哼，我至少还是有点功夫的。好，看我怎么整治他们。人在屋檐下，不能不低头啊，不能不低头啊。我是你爷爷。也就是说，另外一个人打昏了你，救走了那个刺客。对，在太尉府里，还有谁敢这么大胆？只有那个高飞扬，趁这个机会把陈咬金他们三个暗地里干掉算了，留着早晚是个祸害。外面的人都知道他投靠了我，如果杀掉了他，谁还敢来投靠我？义父，杀掉那个高飞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到时前可以悄悄干掉他。不可，主公啊，万万不可。为何不可？知少爷，您想啊，那个高飞扬有程咬金护着，如果杀了高飞扬，那程咬金一怒之下跑了，结果还是对主公不利呀。先生的意思是，盘子里的肉还能吃不到嘴里？哎呀，怎么这么笨呀你？掉茅坑里了啊！快坐下喝。你认错人了，师兄。大胆和尚，你不要命了？来，给我绑了。是。你小子，我哎呀！住手！住手！快，不要和他们纠缠！快点把我放开！打我！不打呀！你还打我你！住手！快点把我解开！快点！绳子是死结，解不开呀！快！我解！快点解开我！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以为我想救你啊？谢谢你，师兄。哎呀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走，快走，走。人如天，共事如在九天，坤似地，
守备若藏九地，根如山，其坚固似磐石。阿弥陀佛。王某刚得到消息，知道大师被囚禁，故特地前来查看。贫僧是被冤枉的，还望施主明察秋毫。可是当年被害人张衡之子向王某告发，说15年前他家的灭门血案是大师所为。贫僧一生信佛，从未杀过生，更不要说杀人了。哎呦，王某也相信大师，无奈人证罪证俱在，王某也是爱莫能助。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王某向来爱财，除非大师能屈居本府担任武术总教头，我愿以性命担保。张府血案与你无关，贫僧既已出家，岂有再入尘世之理？阿弥陀佛，贫僧……大师，别急着拒绝。王某给你1天时间，如果你还执迷不悟，那我就帮不上忙了。不好啦，有人闯寺啊！阿弥陀佛。你给我让开！施主又一次驾临敝寺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快把方雷给我交出来！方雷，很抱歉，寺中并无此人。方雷就是你们寺中守菜园子的姚汉武。施主，姚汉武自从你们上次来过就失踪了。你少跟我啰嗦！你们寺里一和尚打上了一公差，劫走了方雷，就是姚汉武。快把他们两个都给我叫出来。施主，贫僧不知道你说的情况，你让我教什么？我早知道你们不会教人，那我等只好自己找人了。不准无礼！快交出方雷，要不然我要了他的命。你可别乱来。
的天大地大，执着的心放下。少林少林，你是幽怨人的家，你是出家人的家。少林少林，你是平常人的家，藏着天地精华。少林少林，苦海无边，血海无涯。